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慈悲弘法行。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大家跟我念来，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药师如来，南无阿弥陀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诸尊菩萨摩诃萨，南无大风祖师，一切护法善神同来法会，我为父母祖先冤亲债主六道众生上供下施，愿所有父母众生离苦得乐，往生净土，同成佛道。南无阿弥陀佛。请放掌。刚刚我带各位念，我很希望各位很认真啊。当你念南无大风祖师或是南无观世音菩萨，你要把你自己的心、自己的生命都交给他，都愿意听他的话来做事，来用心，那你就很有感应啊。因为首先要感谢我们同心善社，我们新社长、旧社长，还有我们放生会会长，还有我们
法师。那我很喜欢看到同心这两个字，我们来到佛堂要跟谁一样的心呢？佛的心啊，祖师的心，如何跟他的心合在一起？这个叫南无佛陀啊。那你的内心就非常平静快乐，所以我们平常就有一颗烦恼的心，用自己的想法，就是所谓贪心啊、自私心啊、爱生气的心等等，那你就会很痛苦。如果你把你的心跟佛的心一样，相信因果，做善事，帮助众生，那你的心就很平静，生命就很快乐。那我们现在为了要让我们的心跟佛在一起，让佛陀快乐，事实上就像做一个孝顺的儿子，让爸爸妈妈快乐，你自己快不快乐？很快乐啊。就像各位今天上午我们去这边的孤儿院，大家送了很多好吃的好玩的玩具给那些小朋友，我发觉我们送的人比小朋友还快乐啊！小朋友快乐，我们就好快乐。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点，那能够让佛快乐，你一定快乐；能够让所有众生快乐，那叫慈悲，那你更快乐。那自然你就因为心快乐，身体就健康啊，心情好就会赚钱，事情就会顺利。所以各位每天都要拜佛啊，供养佛，那你的心就跟佛陀在一起。因为什么呢？因为生命很痛苦，不但我们自己的，所有众生都很痛苦，所以我们希望诸佛菩萨慈悲，帮助所有痛苦的众生，就像生病的人不要生病了，贫穷的人不要贫穷了，更重要了，轮回的众生不要再轮回了。所以大家一起用心来供养佛，来祈请佛加持。所以各位来，请打开第三页。第一个要供养香，真正的香是一颗道德的心，圆满的心，这个叫心香。所以我们香代表持戒，所以不会害人，想要帮助众生，这个叫戒香啊。那如果你有这样，你这个人很道德很慈悲，别人都会好喜欢接近你，那你就是一个拿着香的人的意思了。所以各位呢，平常你拿香拜佛，意思是说我不要害众生了，我要心里保持慈悲有智慧，那是叫供养佛。千万不要香很香人很臭啊，那这样就不是在供香。所以我们用这个香来代表我们身体很干净，嘴巴不会骗人骂人，我们的心不会害人，很慈悲，那这个人最香了，那天上的神都很高兴，所以这样供香。那供花呢？花代表慈悲，一个好的不自私的动机叫花，有这个花最后就会结果。那也希望大家有慈悲心，经常微笑，不要生气，那这样呢你就得到佛法了，因为佛陀就在传递这个慈悲心啊。如果你有慈悲心爱护众生，
那你就是最香的花。那供养灯呢？灯代表智慧，看得到真相，不会迷信，代表没有烦恼。那我们点供灯的时候，这样念一下：当愿众生脱离黑暗无明，脱离轮回痛苦，往生净土。他永远在佛的状态。那我们来供养，我们会敲法器。那敲法器，我可能要再说一遍啦。敲木鱼的时候，特别要讲木鱼。所有海里面的海鲜、水族、海龟，通常超度了，叫木鱼。鱼就代表海里面的众生，叩叩叩叩，要叫超度啊。然后敲鼓的时候，这个鼓是牛的皮做的。敲鼓的时候，所有的牛、羊、猪、狗四只脚的动物得到超度，那敲鼓。然后呢，敲引磬啊，这个引磬代表什么？来，断烦恼，发菩提心啊，每个人都开始修行了。然后敲钟，有钟吗？念一下，打破地狱，出火坑，一敲地狱都打开了。然后敲云水板，请站在前面来，锵一下。这个云水板要特别讲啊，念一下，鸡鸭鸟超度，恶鬼道离苦。所以我们出家人要吃饭了，要敲敲敲敲敲。好兄弟啊，无通食贵啊，来啊，这样啊。然后呢，被杀掉吃掉了鸡鸭两只脚的啊，超度了。所以我们会敲法器，敲法器，法就是慈悲啦。那前面有六张桌子，为他们而坐，天道、阿修罗道、人道、地狱道、鬼道、畜生道，希望六道众生都超度离开痛苦。我们现在供养不是为自己哦，是为六道众生，为父母祖先，为冤亲债主，希望六道众生都离苦啊，而且人类开智慧。我要提醒各位，用心供养，不要光嘴巴啊。什么心呢？无量的慈悲心。我为所有鱼，我为所有印尼人，我为所有马来人，我为所有美国人，我为六道众生在供养。那你的心就好漂亮，好美，好清净。那你每次来寺庙好快乐，好快乐。所以以后你在家里就会每天做供养，要让你达到最圆满的阶段。所以你要去看一个生病的人，我们在家里或是在车上就想我如何替他供养，等一下你一看到他，他身体就好起来，他心情就好起来，因为你有一个很强烈的圆满的心跟行为来帮助对方。有一个我要告诉各位，家里如果有人往生呢，或隔壁，你帮他点49盏灯来供养佛像，他很快就超度了。特别现在以后，我们这边有8米的大释迦牟尼佛来。那各位，你在家里供养的时候，观想供养这一尊大佛为那个往生者，那你就跟他结善缘。49盏灯呢、啊？那如果你要去做事业，希望跟人家谈生意，希望谈得很顺，那你在佛前供7盏灯。当然有一个动机啊，你赚这个钱，你不是去赌博做害人的生意，你是要赚这个钱养家里，照顾老人，帮助贫穷人。我点7盏灯，这样啊，那变成药师七佛了。所以药师七佛有七盏佛塔。那药师七佛说，念下来：求发财得发财，求做官得做官，求长寿得长寿，求男女得男女。哎，只要你是好的动机，那药师佛你给他点灯供养，那自然就满愿。所以点灯有很多功德。
一个人身材很好，因为他身体走路坐做什么都很标准，各位要练习，要练习啊。那修行就是身体的行为很好，嘴巴的行为很好，哎，不会骂人，不会讲是非，称赞别人，声音好听。所以念一下，不骗人，口才才会好；不骂人，唱歌才会好听；不背后批评别人，讲话人家喜欢听；不讲没意义的话，说话才会清清楚楚。舌头要绑安全带，各位要修啊，要修啊，啊不修，我很喜欢唱，你请了糟糕不办一样，声音难听又喜欢唱歌，啊，我说我爱你，我听成你恨我这样，因为你表达对他好，结果对方听到不舒服，哎，没送不舒服，所以各位讲话要修行。各位刚刚用食物做烟供，供养佛菩萨，供养神，更重要的，我们要用食物来供养历代祖先。啊，我们这边有2000多个往生者，更重要的，用食物来供养所有恶鬼道、地狱道、所有动物。那我们供佛啊，供佛的食物。佛已经成佛了，吃不吃无所谓，但是我们以供佛的食物的功德回向给没有饭吃的，就这个意思了。穆建年的妈妈做恶鬼道，没得吃东西，吃了会吐火，那不是把这个食物直接给鬼吃而已呢？这个食物拿来供养佛陀，供养阿罗汉，穆建年的妈妈就吃到东西了，直接升天了。所以供养食物可以直接以供佛回向给众生，也可以请佛加持这个食物化为甘露，做烟供啊、辨识咒啊、布施给众生，让他吃即解脱。所以当我们供养任何的这些功德，不要为自己，功德最大。所以再背一次来，香花灯荼果，茶食宝珠衣，供养三宝，供养大风祖师，供养所有护法神，所有功德回向往生父母祖先、堕胎胎儿、个人冤亲债主、所有六道友情，同享功德，离苦得乐。哇，这个是最圆满的供养，用心，用心。所以我们现在要念不空摩尼供养咒，念的时候你要观想整个世界上的所有佛像、佛经、佛塔、出家人，你通通供养到了整个世界的，然后呢，所有护法神你通通供养到了，而且所有六道众生都得到这个功德了，包括我前面的。再念一下，来，所有堕胎胎儿，这边摆的堕胎胎儿，来，所有往生牌位，后面有往生牌位、消灾牌位，他们都得到这个功德，希望大家不是今天才供养，你每天在家里，你就要用想的供养，哪怕你点一支香。但是你有10根手指头啊，你要背香花灯荼果茶食宝珠衣，哦，一合掌10供养十方佛，回向十方法界众生，每天都要这样想啊。那你每天都，你要开车先供养一下，你要去做生意先观想供养一下，那你开车做生意去哪里就会很功德很圆满，要保持这个心态。
护持生命电视台就有如在护持十方三世一切佛法僧三宝，所以期望各位把生命电视台所听到的教法运用在您的内心里面，达到无我的空性，达到慈悲利益众生，更要随时收看随时护持生命电视台，就是护持三宝。护持账号19965232 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再赴缅甸弘法，大其力观音寺牌楼前的迎宾布旗犹如海涛大和尚救度众生的热情般火红，高张欢迎地宝，迎接大和尚与同行的佛子们莅临弘法。来到大其力观音寺，大和尚于法座上除了领众慈施六道之外，更为众人开示种种慈悲法要。燃起佛前灯，灭除心头火，愿此大智慧照破众无明。嗡阿呼，特别照破众无明，那个灯点燃了，就可以把无明黑暗的六道众生消除掉他们的无明黑暗。所以一个修慈悲心的人存在，就可以把所有诸佛菩萨的力量集合在你身上，所有这个世界的善业功德透过你的念头布施给对方。虽然看起来你有一点孤独，因为只有你这样在做，默默的在做，但是你很有力量啊！我想这个就是生命的意义。当天大和尚也邀请湛勇法师、诺诺格西及湛严法师分别领众修持种种慈悲法门，为六道众生点灯供水，慈悲药供烟供施食十方法界，利益有缘众生。隔日前往临界中泰缅边境的金三角水岸边，为无始劫以来的六道往生众生燃熏烟供，云天水岸间普供十方友情。当天也从市集救回许多濒临刀口的水族物命，法师随即领众于水岸边为所救的物命持咒施水，挥舞经幡，祈愿透过佛力加持
为悟命众生消除业障，消冤解结。透过救护行动，祈愿诸佛护佑，三宝加持，所救悟命回返自由，永不遭余烈亡哺，来日获尽天年，往生善道，得证菩提。辗转几段车程的颠簸，粒粒微雨中，金三角大师寺院巍然眼前。高达数米的金色廊柱围绕八角形中拱顶棚，中央佛塔由上而下依序由主尊与大小诸尊佛像奉坐其中。来到金三角大师寺院，担纲翻译的当地法师为众人介绍寺院中的主尊佛像，是一尊有着800年历史的竹编佛像。尽管后层金身掩去竹编纹理，仍不损其法相庄严。佛寺内侧墙壁则是一面接一面的彩绘画作，无声地传承着佛教古老的历史与传说。当晚，慈悲的海涛法师透过心灵讲座勉励众人精进修行，且以佛子行37颂为众人开示佛法的要义。诸佛正法无来去，唯一勤行利众生。诸佛正法无来去就是空性，你了解了真理就没有分别了，不生不灭了，没有生没有死了，叫你要了解空性。虽然诸佛正法是空性，无分别无来去的，但是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唯一勤行利众生。我们在以这种空性无所求为基本，唯一要努力的就是利益广大无量无边的众生。所以我每次到每一个地方，一有空档，任何一个地方都是可以修慈悲心的地方，可以结缘的地方，可以体悟空性的地方，到生命最后一秒。所以怀着菩提心生老病，怀着菩提心死亡，这才是修行。而不是说你修菩提心的你就不会老不会病不会死，那不可能的啊！只是同样这些变化无常，这些快乐痛苦，你都转为佛法的修行。大方广佛华严经梵行品云：梵行法不可得故，三世法皆空寂故，亦无取住故，心无障碍故，所行无二故，方便自在故，受无相法故，观无相法故，知佛法平等故，具一切佛法故，如是名为清净梵行。Thank you.